再翻过这两座山，就可以出去了。大家都辛苦了，委屈你们了。等一会儿到了安全的地方，会根据大家的意愿送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要是你们的家人还在城里没有出来，我们一定会护送他们出来。请你们放心，林院长，我们愿意跟您一起继续工作，参加革命。 抗日救国，李院长，他们说你是共产党，是新四军的人，是吗？这是他们说的唯一一句正确的话。那我们大家愿意跟你一起参加新四军？对，我们一起打鬼子。对，我们要为死去的兄弟姐妹们报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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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庆功大会的节目啊，一定要办得精彩。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俩了，一定要完成任务啊！放心吧，政委。好，行，去吧。好，秀才，秀才，哎，找我有事啊？我穿这身军装，好看吗？好，大家休息一会儿。英姿飒爽，神采飞扬，不若穆桂英，赛过梁红玉。娶了吧。 你看，咱们这些女同志，穿上新四军的衣服，个个都是巾帼不让须眉，都是巾帼英雄。<笑>那你还能个个都娶啊？我不是那意思。啥意思啊？正面回答我。哦，对了，老郑他们还等着我开会呢。我也等着呢。先办正事儿。我这也是正事儿啊。 我是很认真的。来，大家继续再练一下。好，好，好。傻秀子。来，这动作是不是这样的？标准吗？来，看我的，这块儿再塞一下。好，这样开展开。好，自然就是吧。对对。我现在队伍越来越壮大了，能有600人。现在我们分为三个中队。 第一中队队长由副大伙同志担任，第二中队队长由胡子明同志担任，第三中队队长是由我们的参谋长老梁兼任。我们的政委还是王茂林同志，当然了，他也兼任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还有啊，我们的卫生队长包括通信方面是由林雨竹担任，也兼任发报员。这个总队啊，正考虑要建后方医院呢，到时候如果需要林雨竹的时候，你们可要放人啊。哎，那个老郑。 林雨竹对于我们来说可是无价宝啊！我呢和老肖都不希望他离开我们的队伍，他也是我们纵队的无价宝啊！哎，雨竹，你们先学学。哎，好，辛苦了，领导。哎，我们最好还是让总部请熟练的报务员过来。 协助培训我们的同志，战争嘛，还是需要现代化的手段。所以，我们一定要邀请林部长到我们纵队，给我们通讯班上一堂课，然后才能派他们来交流。这个我可不敢，你们都是在战争中经验丰富的行家，我不能班门弄斧。雨竹啊，过分的谦虚可是骄傲啊。纵队希望啊，小林同志能尽快的到纵队，交流通讯设备的同时。 还有培训后方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啊。保证完成任务。报告，总部指示。日伪军的联合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国民党又把美英澳等多国装备精良的突击队分成了5个突击队，现在把他们调到了四明山南路，加上原有的顽军，兵力将到3万人，比咱们多那么多人啊。是的，目前为止。 国民党第32集团军前进指挥部还下达了第二道作战命令，要求他们所谓的国民党军以彻底的清剿我们根据地为目的，以敌意营为主力，挺进第三四各纵队，担任围剿与清剿，企图趁着日军大扫荡的同时，一举歼灭我们，重演皖南事变的一幕。哎，那总部还有什么其他指示吗？总部希望我们把郑英达同志安全送回总部，指挥战斗。
我离开以后，我希望告诉我们的战士，保持拼命三郎的斗志，在新四军的军歌声中，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全世界的被压迫者，为了美好的明天，去战斗。1943年年底，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浙东抗日游击武装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同志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我们在这里举行誓师大会。下面，我们先请政委做指示。好，同志们，恭喜大家，真正的回到了自己的队伍，成为一名新四军的战士。我就说这一句吧。 同志们，下面我们请我们的上级领导郑英达同志讲话。好，好，好，好。同志们，我宣布，现在咱们就是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痛击日本帝国主义，保卫我们的家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日寇赶出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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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5月下旬，日军发动目标直指新四军军部的大扫荡，新四军及地方部队以游击战方式打击敌人，阻止日军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在反扫荡中， 新四军共进行重要战斗135次，毙伤日伪军1932人，俘虏日伪军1089人，击沉敌军汽艇13艘，缴获枪炮1138件。 报告，政委。有电报。日军发动了号称1号战役的豫湘桂战役，此役中国损兵60至70万人，丧失了4座省会和146个城市，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6000余万人陷入日军铁蹄之下。八路军120师第359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了南下支队，以王震为司令员，王守道 为政治委员。11月1日，召开誓师大会。10日，由延安出发，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后面还有。哼，这场战争现在已经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刻，还有很多的困难等着我们去克服。 冯东野那边仍然跟日本人还是和平相处，时刻准备逃跑。我不这么认为。现在国民党缩小了他们的盲区，被日本人扩大了一片，而这一片呢，离我们很近。看来冯东野是变相的出卖咱们呢。所以说，这一仗
想指望国民党来帮咱们是不可能的，咱们要靠自己。1944年6月15日，盟军飞机开启了对日本的轰炸，B-29 轰炸机机群首次轰炸的目标是位于日本北九州岛的八幡制铁炼交所。当天下午4点半，79架 B-29 轰炸机分别从新津、蓬山、邛崃、广汉等4个机场起飞。I'm Major Captain William Thompson. My plane took off normally and is arriving over Tokyo in 10 hours and 20 minutes. May God bless the U.S., bless China, and a smooth return for my crew. 此次行动首次实现从中国大陆远航空袭日本本土，震惊了日本。Good job, guys. Let's go home. Well done, Captain. You got them. Yeah, Thompson. You can get out your whiskey and wear Sichuan sausage. And we can go to the next one. Yeah, here we go. 米軍陸軍空港大司令ヘンリー・アーノルド将軍がノルマンディの前線で視察した時に、今回日本の空襲は世界的な空中戦争の発端になると述べました。大佐、アメコはまた東京を襲った。東京の防御システムは飾りが、アメリカ人に好き勝手やらせて。飛行機は中国の内陸から出そうです。中国の土地が広すぎる戦略的、改善の余地が大きい。这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飞抵延安，汪精卫病死日本。盟军跟德国的战役呢，也越来越接近胜利了。在缅甸，我们的远征军也发起了大反攻，这按理说形势应该是一片大好呀，怎么我们在国内还是节节败退，而且还是一泻千里那种？哎呀，这局势变化，我是真看不明白了。很明白，与日军作战，迟早有一天会在盟军的帮助下取得胜利的。在缅甸，美式武装的中国远征军，如果他不取得胜利，就很难继续再获得大量的美国军援。所以他必须取得胜利。那在我们中国，为了保存实力，准备与共产党大打，所以尽量退让，不跟日军发生实质的对抗。但你最近没发现，对共产党所谓的新四军的军事管辖越来越严厉了吗？对啊，来客。哎，不过哥，这美国人去延安，是不是要放弃我们，跟那共产党合作啊？不会的。老美啊，试想双方都买好啊，我们不是他们的重点，我们离他们太远了，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再说咱们委员长是什么样的人呢？软弱，好欺负，是列强都喜欢的。老美才舍不得他呢。真是，我就想知道，这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啊？这样你们还能晋升，还能成为胜利者，多好啊！哟，这平日里先进的抗日青年，现在满脑袋也都是升官发财了。那是。所谓的党国抗战，不过就是委员长借机把最大的心思放在清除异己、培养自己的力量上。每个人都各怀鬼胎，坐等胜利后的大分赃。既然都这样了，咱们干嘛做傻子啊？那就一起分呗。与其让那群人多得，不如咱们自己多得。嫂子，你真是越来越精辟了。
我是近朱者赤，跟他学的。跟我学的？那我跟谁学的？我告诉你们，我跟谁学的啊？我都是跟陈汉生和张衡那两个货学的。你刚才那段话说得好，我们就应该大口的喝酒，大口的吃肉啊，让那些傻八路、新四军，还有美国人，去跟日本人拼命去吧。如今还看不清局势的，都是大傻子。对，哥，我敬你一个。那你真打算那么做了？那当然啊，傻子才去跟日本人打呢，以卵击石。你又怎么了？我怎么活的越来越不像我喜欢的样子了？喝多了。不喝了。我扶他进屋去了。去吧。Thompson, we have entered the sky of China. Guys, wait. Attention, please. There's a noise coming from the right engine. It doesn't sound good. What's up, Mark? Okay, Captain. The right engine starts dropping. Let's do something. The engine gonna fall. Damn. Shoot.那是什么？Guys, the right engine is completely dead. Oh, damn it! The left engine also stopped dropping, Captain. Oh no, the Mary and kids are still waiting for me. Hey, calm down, everyone. We're already in China airspace. Got it? The left engine is dead too.1944年8月20日晚，盟军一架美制 B-29 型轰炸机从成都起飞，执行轰炸日本本土的任务，返航途中发生故障，在我国东海迫降，机上共有12人，机长威廉·汤普森少校，领航员奥布莱恩上尉，工程师斯特尔马克中尉，副驾驶卢兹中尉等四人跳伞着陆。はい、わかりました。今すぐ大範囲の捜索を始まります。あのアメリカ人たちを捕らえます。ご安心ください。今回必ず一矢報いる。报告，总部加急电报。啊。奋生啊，别吃了，别吃了。来来来来，长官不急电。总部来电，日军已获知盟军战斗机坠机，现在已经派出规模浩大的军队进行搜捕。长官部命令我们要找到人，阻止日军抓捕和防止新四军营救他们。共产党这样会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源。总部要求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日军前面找到盟军飞行员，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总部，而且给了我们一个大致的方位。现在这几个美国飞行员就是一块香喷喷的肥肉，上面的意思就是不能让这块肥肉落到别人的嘴里。还有从地图方位上来看，应该是在日军和中意救国军的占领区域。这四明山区可老大了，他们掉哪儿去了？这从天上掉到这儿来，这可跟大海捞针一样啊，找不着啊。哎呀，找不着没关系，但是绝对不能让日本人和新四军找到。下一步咱们要一边命令战士加快速度，发扬咱们不怕吃苦、敢打硬仗的精神，一边呢
咱们要组织民兵投入到抢救飞行员的这次任务当中来，所有的部队一定要记住，保证他们的安全，至少不能让他们找到活的。哎呀，这几个可怜的美国佬啊，啊，你们可知道吗？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你们就被我们给说死了啊，就被我们给说壮烈了啊。人都带来了啊，都是卑职亲自挑选的精兵强将，人人猛张飞，个个赵子龙。不是关云长就好啊。明白。明白什么？什么都明白。说说看。您这么一问，我还真有点不明白了。不要学关云长在华容道放了曹操。谁要是敢把美国人放跑了，我会立刻挥泪斩马谡，现在明白了？这回卑职全明白了。你们设的关卡每一个组啊，要有两名皇军进行督导，我对你们做事的认真度实在是不敢恭维。都给我放慢点啊！Thompson, you're here. Oh, my dear fellow Thompson. How you doing up there? Oh, man.The beautiful view reminds me of my hometown, Kentucky. If there was Shepherd beer, sliced bread, and a campus served, that would be awesome.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why they don't allow us Americans to eat sliced bread. Such idiots. Hey, buddy. What? Hey, are you all right? I think your arm is hurt. Oh, yeah. A branch just has formed my arm when I fell. I know I'm bleeding.I was wondering if I'm gonna die of too much bleeding, and I saw you come, so I was like, totally forget about that thing. Okay, just hold on. Don't move. I'll get you down. All right. Cheers, man. Thanks. なぜここにいるアメリカ人探しに来ぬか。戦闘部隊も出発しました。僕は今出発しようと。見つかって捕らえて連れてこい。審判を下せねば。はい、必ずやります。もしアメリカ人を逃したら最大の恥だ。はい、わかりました。行ってこい。你好。Oshie, Margaret, do you understand what I said to Thompson?
I don't know if the Chinese will get it, but the Americans won't understand it for sure, Captain O'Brien. You know, I can't use my arm, so you have to practice 8 Royal Army and New Fort Army, the two gestures. 8 and 4, like this? Yes, 8 and 4, good. I think someone's coming here. Yeah, I swear, dude. That's the Japanese.望远镜，你看，那几个飞行员肯定掉到这一片了。仔细找。好。支队长和副支队长已经跟随枪响的方向去寻找了。好，知道了，坐坐坐。哎呀，政委，怎么了？这是坐不住啊！别再让我当别动队了，我也实在是等不及了呀。怎么样？将来要成为一个好的指挥官呢，一定要学会沉稳和忍耐，这就是支队长为什么把你留下来的原因。哎呀，可是，坐坐坐。政委，怎么样？哟，林院长，林姐，你怎么来了？总部的首长知道我熟悉日语和英语，特意派我过来做联络官。哎呀，总部的首长真是太好了，你来了也太好了。让你去找美国人，谁让你去找日本人去了？哎呀，坐坐坐啊！日本军也在到处搜索美国人。坐坐坐，我们是恰巧遇到的。你找人，你不眼睛睁大点儿？你看见日本人，你不躲得远远的？我们不是怕日本军已经发现美国人了吗？所以想凑近来看一看。是，你是凑近了，结果呢？受伤了三个，还有两个兄弟殉国了。你看看，你这是去奈何桥向孟婆借孟婆汤，你典型的是主动找死。司令，我们出去是干什么的？不就是要去？哎呀，怎么司令说什么你就顶什么呢？现在还有没有点军纪军规了？参谋长，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个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我这个司令，你这个参谋长没用了。哎，司令现在说话呀，越来越像那个《石头记》里的大家闺秀，句句都那么深刻，句句都那么有含义啊。那我就想问问了，做事的人怎么做的不对？不做事的人怎么都可以找事儿，对吗？这美国人到底我们还找不找啊？嗯，我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找找找找找，必须要找。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他是我的部下，你们骂他就等于在骂我。分生啊，这，我的意思是，你们为了几个美国人，这何苦呢？咱们兄弟之间不能生分了。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太粗糙，心里的话一说出来就变味儿。哎，是是是是是，来来来来，分生啊，来。哎呀，哎，你看看，消消气，消消气啊！我的好兄弟，我的意思呢，你们为了几个美国人，让日本人追得到处乱跑，而且伤亡那么大，我心疼。那不好办吗？不找不就完了吗？哎，分生，分生，哎，找，必须要找。司令，
你想想啊，我们不找，日本人在找，新四军在找。我不管，我不管死多少人，我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也不管美国人的死活，我只有一点，绝不能让新四军把他们带走，否则，如果没有如果，战区长官部刚刚发来的急电，这是死命令，死命令，死命令。跟上，好。没有，那边。队长，啊，这山这么大，听到枪声跑过去都要半天，到哪里去找人呢？这就是大海捞针，太难了。要是有块大吸铁石就好了，只要把它举起来，哪用大海捞针啊？它自己就过来了。哎。净胡说八道，到哪儿去找那么大的吸铁石？说的都不现实。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望远镜呢？走，出发。走，走。Luz,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Thompson and the others. I saw John fall without the parachute open, and the plane fall apart fast. Be careful, Mark. Yeah, you too. The plane fell apart too fast. The left cabin engine failed, and I'm afraid the rear cabin gave the boys no time to jump off at all. We're on our own. I don't know where we are.I think we're in China now. In China? Yeah. If we're in the place captured by the Japanese man, we're dead. Let's check. Come on, Mark. Look. Damn it. We are in the place captured by the Japanese. Look, this is the eastern part of Zhejiang. Don't be so pessimistic, Luz. Why don't you see if the activity in the 8th Route Army or if it's the new 4th Army?Because I really can't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in these strange designations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Kuomintang. This is a place where the army of the Japanese and New Fourth. You see, the colonel have told us, and I really took a note. Wow, Luz, I really want to kiss your diligent head and hard-working hands. This is good. Just check the movements of the 4th New Army. Just remember, use the four fingers. Four? Yeah. Great.Okay, you see, you say they can find us. But this place are full of trees, and these people are like grass. I think the Japanese are also looking for us. And they have the radar and they can easily find our plan. That depends on our luck now, man. Let's move. Mark, look. Japanese coming. Come on, let's run.Like we're out of luck. あそこに機体いる。全員、行け通りだ。殺すな。尋問、なぜ行くというにする。两点半方向，日军在向人开枪，这什么人呢？啊！妹妹 ，OK？ 啊 ，my leg， move， my leg， come on， go， come on， grab you。
看不清楚，太远了。中队长，我带人过去，您在这边随时接应啊。好，兄弟们，走，小心点儿。还干什么没？干。喂。Come on, man. Just leave me. Leave me. You're not gonna make it. You can leave me here. Shut up. Shut up, okay? Shut up. I'm a soldier. It's what I do. 同志们，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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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If you don't run, I'll kill myself. Listen to me, brother. Just listen to me. Put the gun down, okay? I can do anything I want to. Just give me an excuse. Listen to me, brother. I can't leave you here, okay? You got me? I can't leave you here. Don't try it. Just go. I won't let them serve you. I won't let them serve you, okay? We got this. You are my engineer, okay? I can't leave you here. Otherwise, who's gonna take care of my airplane? Come on, don't do this. Just go! Run away! Leave me! Nerva! Mark, look. Over there, look. Hey! Get your jet! Woman's remaining on it! What? Don't!救援预备！嗨！运动小汉都抬的，小汉阿克曼的，阿布里卡这个字儿得看哩。他是伊。隐蔽，你带一个人在这阻击他们，记住，拖延时间越久，对我们越有利。是，一定完成任务。其余的人，跟我走。是，支援大火。快走。虎哥，这交给你了。走走走走。We heard the gunfire. I think our people have been discovered. The gunfire lasted for a long time. I think someone's helping them. Otherwise, they would have no chance. Maybe they just took the guns from the Japanese soldiers and fired with them. Oh, Brian, do you really believe in those cowboy stories? The Japanese army is one of the deadliest in the world.They would give no chance to lose. Maybe we should go and look for them. Maybe they will need our help, huh? O'Brien, let me explain this to you. Now there are many soldiers everywhere. Those that want to kill them, and those that want to save them. If we go there now, we'll just make a mess of that place. All right, follow your lead, man. Let's go.Hey, I'm really so sorry for the trouble. Mark, the language you speak for them sounds like bird language. But I really don't know how to thank him, and I want to. No, Franz. No thanks. He can. He understands English. A little. 我以前是教会学校的。放心啊，我们是新四军。Don't worry. New Fourth Army. Don't worry. I got it. New Fourth Army. I know, cool. I know, I know.啊！
seriously injured. Luz, where's your first aid kit? No. I got you. Come on. Come on. Stay with me. You're gonna be fine. Stay with me. You're gonna be fine. Come on. I don't even know your name yet. 快，哦，我是，你，对呀。I don't even know your name. Xiaobao, 有敌人。带他走，快！是。Cheers.